依循古礼进行仪式，屏东县长周春米持锄头为王船开水路。屏东三大迎王庆典即将在九月登场，其中琉球迎王率先从九月三日展开，接着东港迎王在九月二十八日登场，南州迎王则于十一月十三日举行。南州西周代天府依照三年前做法，将安排王船搭车绕境，并扩大游行路线做环台祈福。我们屏东县南州乡，咱的溪州代天府，咱的三年一科甲辰正科，咱要来王船游台湾，环台祈福的开水路的仪式吼。啊，大家知影，这个迎王的平安祭是很多年来咱屏东一个介重要、介重要的一个传统，甲宗教文化，由咱的南州、小琉球、甲东港，咱这三个所在。在咱的公庙，啊来锻炼咱的信徒，锻炼咱的团队，啊非常的感谢咱的溪州的代天府。咱哩三年前，我们就发起了这个环台，由咱的王船来开水路，来环台祈福，保庇咱国家国泰民安，咱风调雨顺。王船在开水路仪式后，将随巡航队伍展开六天五夜的祈福活动，期间将经过宜兰、基隆、南投、云林、高雄、台东等县市，祈求地方平安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也能向全国乡亲宣传迎王祭即将到来，欢迎大家到屏东来参与盛事。我们大天路呢，已经一甲子啊，六十年啊，哦，已经赢一甲子啊，啊，最主要是讲，人对咱屏东的迎王，尤其。中北部人较无认识，较无了解，啊，所以借着这王船游台湾的这个工作呢，会当做一个宣传，这是咱屏东的上重要的这个三年一科的这个迎王文化，啊，会当全国各地乡的人做一个了解甲认识。期盼借由环台祈福活动，让中北部的乡亲更能了解屏东迎王与王船的文化。欢迎全国信众届时来屏东体验南部的热情，以及独树一格的民俗文化活动，也能促进地方观光。记者不停张志豪采访报道。